Hello， 我是小鹿，今天来吃一个炸酱面。我先把这个面拌一拌啊，我感觉我看到这种黏糊糊的面条我就不行，受不了。这边是一个辣炒无骨鸡爪，先来口面啊。酱香特别浓郁，一丝淡淡的微甜。看一下这个无骨鸡爪，红红火火。这是甜辣口的，没有骨头的鸡爪吃起来太爽了。一大口，这鸡爪加上这个炸酱，这是一个鸡的手臂，谁说你强了？嚼到一半接了个电话，这个鸡爪上面还有很多芝士，不过它凉掉了，蘸点上面的辣酱。真不赖，这鸡爪里放了很多的包菜跟洋葱，就吃起来有点爽口。来杯可乐。哇，有没有觉得这种圆圆的面条比那种就是扁的面条看起来更有食欲一点？无骨鸡爪吃起来太爽了，我觉得用炸酱的底儿炒这个无骨鸡爪应该也好吃。